光之兄弟群体信息，关于一个美好的世界正在逼近。通灵莫尼克马修，在理解投射你的思想、你的转变方面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你将得到说明，已走你离开的道路的尽头。不要忘记，当你来到这个世界去体验生命时，你是被陪伴着的，你有一个、两个、甚至三个宝贵的导师，他们不仅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在那里，帮助你理解、克服，而且要保护和教导你。你怎么能比通过经验更好地被教导？你生活在一个二元性的世界里，你自己在你的人格层面上体验到二元性。有一天，你的天空光芒四射，美丽的阳光照耀着。第二天，你的天空光芒四射，云层形成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二元性的一部分，也是你学习、精神发展、提升的一部分。另一方面，你必须学会越来越多的生活在你的天空中，辐射出美妙的太阳，忘记可能扰乱这美丽天空的云彩。绝对有必要的是，你们能够避免自己内在的任何二元性，并为下一个维度的统一性做准备。在第五维度中，二元性将不复存在，至少如你所知，会有刺激来提升男人。刺激只会是爱、知识、永远做得更好的愿望，在你自己和你周围创造完美。这个奇妙的世界正在迅速逼近，动荡将越来越多地在你的世界上感受到。这是绝对必要的，为了你能够跨越福特，穿过将你引向你未来的桥梁，人类绝对有必要为他们的个性而努力。他们不再让自己被他们的欲望、他们的态度、他们对自己的缺乏爱和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所带走。人类现在不快乐，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。这种巨大的痛苦造成了巨大的动荡，影响着所有的生命。属灵团体尤其受到这些动荡的影响。世界上有很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永远朝向光、向爱、向着意识到你是谁、向你内在的这恒无限的爱前进。为了进步，你将得到你需要的说明，你将通过你的经历、你的梦想、你的放手和你的生活，以1001种方式被教导。你足够强大，你有足够的爱去走得更远，改变你的生活。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你们同在，我们的使命对人类越来越重要。人类所有的引导者都会通过一个梦、一个想法、一个指引、一种确定性来彰显自己。说明将以1001种方式给予你，一整天都注意你的想法。有时通过他们，你会得到指导，你会得到很大的说明。我们一直在和你说话，但你仍然在你的头脑中喧嚣，你很难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们爱你，只有爱有现实，只有爱可以改变所有生命，只有爱可以让你达到意想不到的意识层次，并阐发你内在深处的光。只有爱才能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或周围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。爱是可以存在的最美丽的创造能量，它是神圣的气息，它是源头的气息。有时候我们明白，人类已经累了，厌倦了经历这些动荡，厌倦了时间的长度、事件、过渡，但一切都会在适当的时间发生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你会对自己说，如果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明白前进是多么重要，努力创造这种节约的能量，这种奇妙的能量，它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经常入睡，这种能量如此强大，被称为爱。如果我们知道，
我们会更加关注自己，关注他人和生活。我们睡得太厉害了，无法理解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使命是唤醒你。我们与你们同在的使命是让你了解自己的现实，你们的潜能，使你们明白，你们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，你们可以带来很多幸福围绕着你们，你们每个人都能照亮你们兄弟的道路。我们知道你会越来越多的觉醒，你会以更多的爱来看待你自己，因为你内在的光的存在将被表达出来。永远不要忘记，因为这是必不可少的，人类拥有的唯一最强大的武器是爱的能量。出于爱，一切皆有可能，甚至对你来说完全不可能。爱打开了你更高意识的大门，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你内在行动，使你今天仍然无法理解的东西明天变得清晰。你将根据你的新意识水平采取相应的行动。爱是一把钥匙。我看到我们爱的兄弟，我看到他奇妙的同在，他纯洁的爱的能量。他对我说，你的心呼召了我，我很高兴来把我的爱放在你们每个人的心里。我很高兴能够告诉你，我的到来现在非常接近，人类将经历非凡的事情。我来是要告诉你们，要向我的同在敞开心扉，向我所有的使者敞开心扉，向你们所有为这个世界辛勤工作的兄弟敞开心扉。我无限快乐，因为明天这个美丽的星球将成为和平与爱的星球。男人花了2000多年的时间和许多磨难才明白，爱才在他们心中成熟。你们将领受来自源头，来自我，来自我的兄弟们的爱的巨浪。这将说明你应对你的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动荡。我爱你。愿我的光照亮你的生命，愿我的爱充斥你的心。我爱你，就像我爱全人类一样。任何牺牲都不足以在爱中推进人类。我所做的，你可以做，但规模要小得多。永远不要忘记，爱情中永远没有牺牲。你付出的越多，你就越能敞开心扉，让自己对这种爱，爱能量的觉知。奇怪的是，我今天把它看作一个全金的存在，几乎是一个太阳的存在。他甚至没有真正的人类形态。他对我说，你们今天对我的看法只是我对你们所有人的爱的能量。保持和平。我祝福你活着平安。我的兄弟们告诉我，不要忘记，无论你们生命中发生什么，你们都以一种非常美丽的方式陪伴着你，你们并不孤单。重要的帮助是给予你们每个人的，就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一样。然而，每一个根据他的使命，根据他是什么，他的进化会适应他是什么。在爱中谦卑，在你的生活中谦卑。谦卑是智慧的大门。我看到的能量，在像金色云朵一样的连续波浪中淹没了我们的世界。这些金色的云朵吸收了灰色，灰色是人类可怕的思想形式所散发出的乌云。人类将达到其痛苦的尽头，觉醒和转变。明日会是充满希望的一天，明日会是美丽的一天，明日会是博爱的一天，明日会是慈爱的一天。不要急躁，利用剩下的时间几个月、几天来辐射你是什么？辐射和平、爱和智慧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
Thank you.